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的分享我们要看创世纪，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着我们翻到最后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最后几节，从22节看起，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再次把今天的话语交在你恩手当中，请你分别为圣，借着你话语所带来的力量，所带来的领悟，让我们听的人和讲的人都得到益处。再一次的感谢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大家好，2023年我希望能够有一系列的分享，从圣经里面一些经文，平时我们或许没有去注意到，或许没有所谓的金句，但是呢，这一些经文在我过去分享信息当中，过去的灵修当中，我发现这一些经文都带给我很多启示，启发我对神认识的悟性，这一些是很重要的。我们认识神，我们不但是认识他，我们也要认知认真的去诠释神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只是喜欢一些经文是我们喜欢的，但是神是神，人是人，人不是神，神不是人。我们必须要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当然各种神学的立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圣经。那我接下来通过文本的经文，我领悟到一些信息，我领悟到一些真理，我就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能够获得这些信息中得到一种感动感受，然后你们也认真的从信息当中不只是把这个信息听在耳里，也藏在心里，更重要的是可以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就是刚才所念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跟创世纪第五十章的最后几节。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整个创世纪一章一节到11章26节其实归类为太古的历史。其中这一段经文常常让那些用理性用科学来诠释真理的时候呢，常常不能够认同。一到十一章就是要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前的世界，那个世界本身有许多是借用古代的文献，埃及的文献，巴比伦的文献来诠释，来讲述，来论述这个历史当中的真相。这个远古历史其实非常的不能够让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能够接受，因为当中有讲到洪水，当中有讲到宇宙被创造，谁能够见证宇宙被创造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许多反对者就会告诉你，怎么有人见证这一个事实呢？实际上是没有，但是这些是从领悟，或许从梦，或许从研究，或许从传说得到这个事实，就好像女娲补天这个事实，这些传说实际上对信徒来说是一个事实。主要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要讲的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和我的认知，你和我的认识，就是因着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神。这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的神，他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自有拥有的神。所以当我们称他为上帝，称他为神，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信仰的对象。这个对象本身，他启示我们所对他的认识，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领悟到的，若非他启示我们。所以一章一节二节，我们就把它当成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告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父亲，谁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兄弟，谁是我们的姐妹，这些都是一个关系，一个辈分之间。父母生育我们，生养我们，我们称之为父，称之为母，是一个关系，是一个传承。这里同样的，神告诉所有被他创造的子民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如果没有创造天地，就不可能让我们存活在这个天地当中。接下来的经文从三节一直读到第一章的结束，来到第二章开始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下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但宣告他是神，神不但宣告他是创造的主，神是告诉我们他如何的把整个创造的过程完成。在这里，如果我们去太过去吹毛求疵，或者用理性、用计算数学法、用各种的道理去辩驳说神怎么可能用六天完成这个创造的功，神怎么可能说要有光就有光，看光是好就用黑暗把它分开，然后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是头一天。那每一天的创造就是从起初是空虚混沌的地，烟面黑暗，慢慢因着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整个大地就有生气。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二个信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宣告，神告诉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第二个宣告，他告诉我们万物有一个生命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信我们的神，他告诉我们他是主，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他所创造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太古历史介绍之后呢，接着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开始讲巴勒斯坦，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个中东的地方一个族群成长的开始。那当然这个族群我们就知道是亚伯拉罕，从他开始。接着我们在我们的分享信息当中会专注在亚伯拉罕这个族群如何的发展，如何的影响接下来的人类。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开始呢，就让我们知道这一些跟当时的埃及巴比伦来讲是有
不一样。所谓不一样，就是神呼召亚伯兰，后来称之为亚伯拉罕。神要他去，神要他去的地方，他甚至没有回头，向前走，可以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但是因着信，因着信，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所谓的旧约圣经来到新约圣经，我们信这神，所以我们信他，他是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困难，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了解，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论述跟他的解析，有些人从考古学来看圣经，有些人从原文来看圣经，有些人从其他方面啊文学式的演绎来看圣经，各有各的解析。我在这里主要是告诉大家，整个创世纪分成两个部分，一到十一章其实是神对人类的一个呼召，宣告他是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宣告他是主，他创造我们的生命。然后通过亚伯拉罕这个族长，这个族群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从一个人有罪的一个群体社体，最后我们接受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赦免，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所以你对圣经如果去看旧约，或许有时你觉得很复杂，但是今天就从一章一节到二节。然后你说为什么我要讲最后那一节呢？因为你发现起初神创造天地，哦，地是烟面混沌，一切都是黑暗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他是有灵的神，他的灵先运行在水面上才创造的人类。但是人类在接下来我们还会谈到，就是我们大家所认识的亚当和夏娃如何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因着亚当和夏娃犯罪成为我们人类每个人的原罪，然后我们人性当中也有罪性，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从亲密关系到疏远到破裂，甚至离弃了神。这是我觉得在牧养的过程当中看到弟兄姐妹离弃上帝，是我觉得很心疼的一件事情。当然我绝对不是没有资格去责备任何一个离开神，因为离开神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个人，有些因为对方，有些是因为教会，有些是因为家庭。但我希望从我的分享当中，特别是那些离开教会很久的弟兄姐妹，能够重新的拾起对圣经的认识。所以我把这一章里面最后一章五十章的最后一节，这里告诉我们约瑟死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整本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起初跟结束是不是一个相互对应？其实神告诉我们，最终每一个人都跟约瑟一样，总有一天我们离开，总有一天我们成为一副骸骨，我们必须收捡在棺材里，最后一天我们的人生结束了，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你没有发现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那里就是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在整个创世纪里面十一章里面也有告诉我们，神花了七天创造天地，神也吹气在我们的身体，使到我们有灵气，成为有灵的活人。神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是富有神赐给我们的灵命。所以这个灵命本身，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进一步强调人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如果你认清了这一点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对神的认识、崇拜、敬拜，
不只是一个奴隶对主人，不是一个下属对上司，不是一个臣仆对君王的那种崇拜，那是神人之间的崇拜。如果你清楚这一点，这里告诉你，最终我们就是要走向死亡。那圣经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就是死亡，那你和我倒不如每天吃喝玩乐，不必去教会，每天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的身体，岂不是更好吗？因为最终你还是要走向死亡。但是圣经在这里是有一个伏笔的，这个伏笔告诉我们，约瑟死了，但是之前我所念的经文，约瑟有交代，约瑟有交代他的弟兄们，他说神必看顾你们，我死了神必看顾你们，那你们死了神也必看顾你们，你们必须一直的论述讲述传承每一代下去，说我死了神必看顾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死了神必看顾你们，你们死了，谁死了，如果他是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就知道神必看顾你们。所以这一句话在旧约的时候说神必看顾你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说耶稣爱你，耶稣必看顾你。那耶稣看顾爱你看顾你，那你自己的本身在哪里？如果你自己走向一个终点就是死亡了，那看顾了又怎样？看顾了只是今生的看顾，今世的看顾。一般的基督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就是，哎呀，主要医治我，主要帮助我，我生活潦倒，主要兴旺我的生意，我找工作都很辛苦，借着信耶稣让我得到运气，得到好运啊，神给我能力让我聪明有智慧，这一切都是你今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深一层想，你要的是这些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要的不是这些而已，我们要的，而且这个要的本身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只是像约瑟一样收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其实约瑟自己也很清楚，当他告诉他的下一代，他的兄弟，他的弟兄们说神必看顾你们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得到了这个神必看顾约瑟本身的这个应许。所以最终你和我都知道神必看顾我们，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神赐给我们生命，因为神在我们死后会引领我们走一个更长远，甚至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国度。我们的灵里程停在我们肉体朽化的那一天，我们生命气息停留的那一天，停顿的那一天，那一刻。但是我们的灵命，因着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魂必苏醒，我们的灵魂必走向永恒的一个国度。你和我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你要相信死亡绝对不是终点，永恒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阿门。